Hello， 我在永平现在啊，黄金水用了安哥威廉的肥料啊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、就是有打过 BA， 本来是要拔掉的，啊，拔掉要种过，一捞尾短，一捞尾短，但是它也没有籽，它这样这个是喷几次？这个喷一喷一个月，喷两次，喷两次了，有点有点一次，这样这个喷。过年到现在，过年后啊，那你的药啊就来喷了啦。你是过年前喷啊，过年后喷啊？今年应该你看他过年离现在多少远？应该是在过年之间这样子喷啊，因为我这样二十多天啊，二十多天，那么他从这边啊就借上来到这边了。这样二十多天长有多？然后他这样子来讲，应该有整车咯，不就是不到一个月有一车啦？啊。本来是啊，这个叶本较大，叶淡薄，你看无？啊，本来是嘛，你问我，我本看的。本来是这样。它不要活，就是这样。它会活，它不要长高。它就长在这到这边啦、啊，到这边而已 到这边而已啊。啊，这后来才长出来。这个又长出来，这个又长出来，这个就一下子到这边来哦。嗯、啊，在长到这边来的时候，我就去放这个肥料，你看那个草就死了，你看哪去啊？啊。超度死啊！早上这颗我看他是没有做，其他的我就看到这个雄心嘛。哎、欸，你头拍给我。嗯。你看完了，我介绍你看那个尾巴一直给人家剪断的，是人为的还是老鼠的？你没有人为了，这边哪里有人为了？你去看先。前面你不要讲。怎么有人为了？所以讲，你看看其他的先，等一下包尾才看那个。不过大同小异，那上面没有人为了啦。上面那些都是土种啊，到那边一条路这样子，这些。像你这边喷用了一个月哦，全部。啊，不达到了，我不达到，算它一个月了。全部，你这样子看我是老实讲了，我可以讲是有效了，但是要很小心了了。这一次啊，放回全部要很小心了。之前是没有效。啊哇，你这个你看哦，你看它有点烧焦这样啊，有没有啊？过量了，这个呢还是肥哦。啊，这个唔是怕注意，是伊这个肥个放较大。嗯，所以要记住啊，千千万万就是要放开一点。嗯嗯，我甲伊工人讲哦，你可以食，但是你卖食放个嘴空，你放偌济，伊吞落去。伊这个就安尼求求，你甲放边头，伊想着爱食，伊伸手家己咬牙，安尼就无代志，对无？你甲放个头一刀，伊卖食，本爱食，对。那福建人就讲灌落去，灌落去买着球去咯，你看他之前这些啊，那时候打了，你看哪样？看到吗？本来没有了，这些啊，他有出了，不过这个是底下了，不到一个月啊。将近一个月了，差不多没有了。因为我过年前来看了 QQ 啊，那时候我种下去有很多，啊，这个都有长，这个是鸟大便，应该会在这边。这个因为我才绑的嘛，之前就绑在下面这边了，现在是这边到这边了。你都有信心做代理啦？不过我看到伊即阵开药再去，我来看伊合掉咧，我规都弄去了。啊，你都牙疼死，该叫伊见落去。唔是啦，你讲工人真正要紧啦。我有跟他讲咧，我说你跟我这样子放，你看我的树全部这样了，我要叫老师来了。叫老师。我有跟他讲的，他老师讲没得救，你们没工钱拿。有啦，你嘴该开嘴嘴。我直直甲你讲，你爱听我讲，你袂使输家，你做经济我无爱的。你知道我那边打那个东西啊，千多克啊，他半天而已啊，两个人，抓夹。哦，你看，起来哦。哎，这个地图望真多，这款有关系无？不要紧，无关系。你看有气吗？有这样子，我们讲叶多多，不过这棵就较输些，南部叶少无看看啦，哦。不过伊出有了，你看无？不要紧，伊会看。我讲会看到个，我唔是信口开河。我那个打水很够了。老板，你看我那个水池，一点点 over， 你行无水，我也在拍。所以我又在打了。哇，这个，有啦，你这样你看背啊，有信心吗？这样子轻轻还可以打吗？或者说停住先 ，stop 一下。不然你这就半个闸。有电。
三十。油灯我本无放五十，你知无？我是坦白甲你讲，我说我直直甲你讲，你茫叫人放较高。你家讲你啊安怎讲啊？啊，少吃多餐呐、啊。我甲你讲吼、啊，所以你是安尼款，你跟我拍什么药？啊，你问我拍什么？我以前我就是有打啊，那个药都有在那边，那个是我女婿买的。那么当初我对这些他们啊，你们。好像你这样的啦，很多主播嘛，那么我一路来不相信的嘞，啊，那么他就打了很多，那时候这个叶子一直给那个啊讲好像蝗虫啦，啊，他也好像蚱蜢啦，那青色的也有，一直吃叶子。我跟你讲哦，是这样，黄金水啊，因为不同农作物，明白吗？啊，我们出一个肥料啊，我一个饭我要给100种人吃好吗？啊，那么等下那个我跟他讲放三五十，伊跟你讲无效，所以我跟你讲五十到一百，五十是标准的，到一百是标准化的。啊，伊你放了水讲伊无效，伊等你放大长我，伊讲无你就爱该讲嘛，你树长偌大长的，有几年树嘛？这个所以我讲做农业啊要很活跃的啊，你还有志啦，你我家己放五十，伊讲做袂起。啊，我甲加淡薄咯，你看伊就五斤啊，伊不要紧。无，你有志应该是百个了，百个两百了。伊就忽然较厉害去。啊对啊。啊，这个物件我就甲你讲啊，伊你看伊之前目睭高头，伊阁是袂。你看伊占笔啦，芒果啦，拿不啦，你那是无一百个拍来个卖惊。所以啊，你这样看啊，五十到一百是合理的。叶多多啊，假如啊，他这个叶子再阔一点来讲，你不要过量来挡。等一下到这边的时候啊 ，OK 了。不，因为我下面的肥料啊，我已经给你加工加班了。啊，我看最好是不要再放了，我惊到了。啊，我你另外肥料啊，价钱有贵无？啊，会听的未？款就无贵啦。我你的顾客粉丝都几多讲，那是会使用，伊贵都不要紧，你讲。无问题是我有跟人比较有贵无？啊，你看那比较，你看就卖啦。啊，卖啦哈。OK。啊，会使啦，我走了，哈。OK 啊，爱去时间慢了。不过通常你这样子看，假如它有一点那个叶子多，也认咯。喂。我来看这边都有很多是这样的，它拍的也好呀。不，你也是禁药哦，加杀虫药，一针可以较久。啊，你这哦，你落去哦。伊倒要水拍拍咧，河路这伊个白了。迄个叫什么？迄个叫芒果。你看我种四丛嘛，你看哦，水无？哇，都讲哦。交这芒果最顶尖的。哇，芒果不要挖，迄个挖了。芒果定定挖怎袂挖？啊，你看咯。啊？啊，你看咯。土，迄头会土断。芒果第紧的。芒果无久啦，迄个芒果种的。啊，定定挖的。不是我厉害，因为我走太多远了啊。这个怎么的啦？老郑总，我不如跟你讲。你看啊，我每次讲我走超过1000遍远啦，这种我是超过千五。过一行我跟你讲啊，你的东西一来啊，我就打这个是我老婆啊，打中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很明显。当初的时候，它只有这一页跟这一页。还有这一页干掉了啊，那重出的是什么？三个叶子而已。你的那个啊，毕业来啊，再分一下啊，跟油灯打了。今天你看到这边，也是一个月，一个月的时间啊，从这边拿、啊。这个是什么呢？不带。对。啊，已经不带应该是会使一摊累嘞。无啦，你下摆这个是树叶把它抽来，已经一半张不要紧了。唔知偌久才会生，等到伊生，你讲你路人食了爱斩杀了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老师讲啊，这个啊，这棵树啊，他放在那边有一棵吗？你有注意看吗？啊，就是这样子而已，他放那边他没有种啊，农放那个水而已啊。啊，这个他种下去了，种下去，你他从这边长起嘞。你怎么搞到起来？所以现在啊，我在油灯里面我就提升了。另外一个。就是抗病，不是抗菌啊，抗病啊。刚才你有讲打农药吗？我看我自从我有放那个好莲冬，就是放最红色的那个啊，放一汤匙，这个都有放。那么放了我就没有去打那个虫药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打虫药了，那么当地的好莲冬放了，它也好像有回一样哦，它也是很美哦。
那很美了以后啊，过了一个时期到现在啊都没有，只是那一天打了鼻液第一次啊，啊，后来打第二次打那个油灯啊，油灯啊，油灯我都讲啊，你放40，不要到50，你本来是讲可以放100，但是我的数量小，因为我第一次打那个鼻液我就怕掉了，啊，鼻液叫包 A 啊，你本来100的我连50都不敢放，然后你放40，然后你加一点那个虫药，虫药敷下去啊。就变成了、啊、没有帮助我，给我提心吊胆。我看到他黄，啊，那个黄了啊，以后啊，到现在啊，我没有打过农药。不是，因为你的你这个油灯啊，我以我来看啊，跟这个鼻液啊，假如你这样打过去，那个地方假如不是那种虫害很多的地方啊，它好像没有什么虫。虫不要来啊？啊，好像啦，因为最近都没有看到它刺到花花嘛。OK， 就 OK 如果你黑头病，你放我的那个油灯去查，会中没？这样小哥，不是、啊，我说你用我的油灯去查那个黑头病，绝对有帮助。啊、还有一点呢、啊，我跟你讲、啊、那边你可高速啊，那边你可，你看它、啊、这样矮矮啊，我喷啊喷不到，哦，那边你可，这边你可，这边你可，老树。当初的时候我们都有讲说催花咯，那个不是你的啦，我们就坦白讲，那么我女婿买了，就叫我的儿子，因为我有雾泵，我也有那个高压泵，结果就喷都喷不上去，喷到底下那一耳，上面就喷不到，那边也是一样。后来你的回来了啊，就是去跟他丢那个树头就跟他丢了啊，那个蚯蚓肥就跟他丢，这颗就没有丢，那边就跟他丢，也丢不到，结果那边开花。丢几几 k 啊，工人丢啊，刚一棵树大概有整十 k 有啦。就是老树啦。啊，老树啦，因为他一包都没有丢到完嘛，啊就丢两棵，这棵就没有丢啊，掉了嘛，这那边就开到满树上去，这棵就没有。结果我就跟他讲，哎，他去打落来去，他就1、2、3。好、还有几棵那边哦，那个果树这样子，他放了5包半，结果过一段时间你上那边去看，他没有开这样多，问题他这整个尾巴都有，啊，这样一撮一撮。就是我的蚯蚓会打孔啊，可以是这样讲啊，或者他生成是慢一点开，我也不知道、我的蚯蚓会先讲啊，我没有放屁哦，氮磷钾磷一个我都没有放。但是我不知道啦，因为当初啊，我就讲妈，那两颗有丢，它就有挖，这颗没有丢。过年就是上没有啊，是过掉年了才丢了、啊。就是两个礼拜前丢就有挖了，够厉害。丢了，它现在这个花都比它慢咯，因为它出来才这样子嘛。要注意看才看有。就有啊，那一些也是有啊，那一些其他的。我那个蚯蚓肥是没有 NPK 的。是零的，我不知道了啊，不啊，反正我放了有虫，我不是丢了，跟他丢就是了，可以啦、所以哈、你我的东西你用50到100 mL 是 OK 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第一次来你的树的时候是很弱，那时候放这个放的非常弱啊，什么是IC 啊？你讲那个爷咯，啊爷讲，倒空就丢了。我跟你讲，有一天呢也是这样，他打在那个泵那边。我讲你要打就打完它嘛，这么你要存到那边还半泵多嘞、我讲你那边去喷一下咯，结果他就喷到泰国式还是什么，也是有点黄黄咯，啊，不过这鼻盖以前的花不起了，拿来爷了、你讲要砍掉，我讲以后生了才来讲啊，我不是有讲咯，如人就砍不下咯，爷是随时都可以砍的，所以那个老树啊，你看那几个老树。没有，过去那边不是，那边只有两颗，这个三颗了。好了、谢谢黄金水的分享哦。OK 啦，讲到这里呀、拜拜了啊。OK， 拜拜。我老婆要求，她说是人家剪的，你这样看我讲是老婆。不用啦，不用去看啦。哎呀，这边而已吗？你要吃旁边。各位看到吗？许多的数据学理上可以证明可以用的肥料我们才推。电台鼓浪。鼓浪啊。你讲这个我没有啊。
我会流出来哦，你看。啊。哦、这个是什么来的？啊，这个哈、啊，来。这个。这个就这个了，这个。OK 啊，拜拜啊，讲到这里啊。